相信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扶摇，在这部作品当中会有很多的帅哥出现，虽然已经结束，不过扶摇 F4 却依然存在。竹濑艺、高看女吉祥龙和阮经天在表演时，他们能够超常发挥，吸引很多的观众。在近日，他们四个人又在一起聚会，声称虽然电视剧已经结束，不过友情还在，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。在照片中，赖艺站 C 位，笑起来十分灿烂，还有蒋龙等人看起来也是非常帅气的。原来他们在卸下了古装剧的戏服之后，换上现代的服装，看起来会更加帅气。而赖艺在近年来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，加入杨幂公司之后，扮演在人物的角色类型也在不断的增多，很多人都说他成了一张初恋脸，在看到他之后便能够想起与初恋的感觉。而这一次他穿着黄色衬衫，戴着黑色礼帽，笑起来十分灿烂，能够看到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也是非常开心的。通过这部剧也结识了一群朋友，大家的友谊也是比较好的，希望能够再次合作。阮经天在出道之后也得到了众多人的关注，他被称为偶像剧男神，在出演很多偶像剧方面都是粉丝们的男神，他的一抹幻笑十分经典，也吸引很多人。而这一次在这部神话剧当中，他的表演也是观众所看好的，整个风格以及在效果上都能够给人们带来更深的印象。在表演方面还会具有更丰富的经验，与他合作的女演员众多，大家对于他的印象都是比较好的，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。而蒋龙等在这部作品中塑造的造型也是比较有个性化的。扶摇已经收官， F4 却依然存在，各个颜值在线，扮演的小七在剧中的戏份也是较多的，不仅性格活泼，也会让大家看到了非常可爱的一面。穿着红色的休闲服，与在作品当中的形象如出一辙，扶摇 F4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深刻的印象，期待他们能够再一次合作。